戴培峰、曾俊岳这对小鲜肉的头补搭档，一个22岁，一个20岁，是悍将强力接班的未来希望。其中火球男曾俊岳最近刚刚飙出生涯最快156公里，如何持续强化招牌的快速球武器，据说可是和王牌江绍庆有点关系。今年开始好像都是跟绍庆在丢，所以就是两个都会互相交流的。自己上去打也知道，他们打者也都是在抓我的直球的，可是就是对自己的直球是很有自信的。有偷看绍庆接球吗？看他那个肌肉就是没法练来，哦，你的袖子都要炸裂。对，很欣赏他的肌肉啦，对啊，因为基本上应该身为男生的我应该。是大家都会想要的身材了，哦。所以你要想，你要往浩克迈进。不行不行，我可能练到那样，我可能不会丢球了。阿月笑说：“学长的肌肉欣赏就好，他暂时不考虑往浩克的身材迈进。”而曾俊岳去年菜鸟球季4胜12次中继，外带13次的救援成功，获选年度新人王肯定。今年继续把关最后一道防线，结算到11号赛前，他12次救援成功，平均防御率3.00，坦言每天都有。学不完的课题，不管是教练还是很多队友，就是都相信我能守下来，所以这个责任要扛下来。因为可能因为一颗球，可能就决定这场比赛输赢这样。前几场也是也有因为裁判跟守备影响，自己又乱了步调了。身为后援投手，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，也是要谢谢自己啦。就是第七轮进来之后，也没有放弃，因为轮次这样，就是自己。也是靠后面的努力才有现在这样的成绩，其实也要谢谢教练给我机会了。如果没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现在还在二军呢。感谢教练提拔，也感谢努力的自己。曾俊岳期待能够修正至今面对失相投起来相对没那么顺的缺点，避免太大起伏，顺顺关门。我来体坛梁威宏、华军采访报道。